心想用这把刀来报仇，但它并不是一把杀人之刀啊。想知道它的来历吗？这块钱杀气太重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已经把玄铁打成了刀？天下第一刀。在江湖上杀了这么多的人，最可气的是你连你亲爹的坟都给刨了。求你来拖人入多少，就是为了得到这个报仇雪恨的机会。滚蛋！又去打架？不吃饭呢？哼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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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